国外妇产科，试管一个双胞胎，哎，一几？26周多。羊水量看起来是正常的，双胞胎，两个都是男生。哎，你几岁哈？37岁。所以陈医师有跟你做羊水三次。有。有哈，都46XY 嘛哈。哎，我觉得这次羊水量比上次少很多哎。对啊，两个活动力很好。对。